出发，出发！大家要看一下海边，海景舒服，海风美。看那边，很美。我以前就很容易受影响，别人说你什么，你就是什么。我每当就是怀疑自己的时候，我就会打开备忘录，啊，我的目标是这个。其他不重要。我好像并不是想象的自己那么糟糕，我好像在某些地方还挺优秀的。我相信我能做到这件事情。